是西西孙胜熙，我最近在写歌录音，在准备第三张创作专辑。身为潮流人，我觉得我常常在犯暴食的罪，因为实在好吃的食物太多了。没有啦，我其实想要讲的是，身为创作人，常常需要吸收很多 idea 元素，不管是旧的新的，所以可能有暴食的倾向。创意潮流文化节强势回归，11月4号就在台北花博正艳馆。